兄弟，咱们挖的时候不能旋转角度太大，知道吗？你要看在下面，看在下面这里啊，看不？大臂下面这根儿，看不？这里这一条线和那链板对齐了，是不是？知道是哪里吗？知道。你指一下，我说在哪里啊？说再指一下，说在哪里？是不是啊？对，现在你把这里是不是挖完了？是不是？每次挖的时候都要对正了。挖完了之后，咱们要动个行走，每次动行走，看不？动行走是不是又有土了？是有土的吧？来，再挖一下，来。抬大臂，收小臂。抬大臂。对，记得我跟你说的啊。使劲，使劲。哎，行，现在没有土了怎么办？现在没有土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没有土了，那你没有土了，已经挖完了，没有土了怎么办？打旋转。打旋转呢？那咱们要保证这里对齐，打旋转看看还齐不齐啊？齐。你打旋转。打那旋转呢？现在还齐啊？不齐，还能让我不齐？打旋转是不是不齐了？不齐了怎么办呢？你先把它怼齐。对齐，现在是不是齐了？齐了之后，现在没有土怎么办？刚才我怎么办的？我怎么办的？我是不是动的行走？不是。我是动的行走，知道吗？看着啊，是不是又有土了？有土了吧？来，挖不？使劲，多收点小臂，多收点小臂，铲轴外翻一点，让铲轴和小臂保持平面。对，收小臂，多收小臂，收，很深。这样啊，收小臂，这样啊。现在是不是又没有土了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对，行，可以了。行，挖不？对，行，小伙儿。